你好，我们又见面了，大家早安、午安、晚安、全日安，欢迎来到神芒第一线。嗱，讲句唔好意思先啊，今日就迟咗嘅，不过希望大家帮下手啦，都系吓迟咗，希望大家多多包涵。第二样嘢就系帮下手，点赞、订阅同分享，同埋睇一睇订阅状况。芒向編輯部、正向部、嘥冷氣同埋主持人嘅個人頻道，希望大家都睇一睇。就希望咧，就如果發現咗嚇喺不知情嘅情況之下咧，俾人退訂咧，就訂閱翻。多謝大家嘅支持啊！嗱，咁好啦，今日咧就2023年6月19日。咁嗱，呢個日子係有咩特別咧？嗱，1925年，咁啊，当年今日咧就开始呢个省港大罢工。咁啊，呢件事系点样发生嘅咧？嗱，其实咧，嗱，讲下个背景先，讲下背景先。喺当年嘅5月中，咁上海咧就有工潮，咁啊，上海咧就有学生示威咧，就声援工潮里边被杀嘅工人领袖顾正红。咁啊，顾正红咧，佢当然俾人杀咗啦。咁但系即系之后咧，亦都喺上海咧就有学生就俾英籍巡捕咧就开枪射杀。咁啊，13个学生死咗，几十个人重伤嘅。咁嗰单嘢咧就系5·30惨案。或者叫5·30运动啊，当时亦都有人叫5·30大屠杀，就系、当年嘅5月30日，青岛、上海嗰啲地方就有工人游行抗议日本嘅棉纱厂咧，就有肆意开除同埋暴力对待工人，咁咧即系军警镇压就造成死亡，咁就变成5·30惨案，即系青岛同上海都有。嗱，咁呢单嘢咧就引发啦全中国出现反抗外国喺中国嘅势力嘅运动。咁各地直接参加声援运动嘅人数咧，估计系超过1200万人嘅。嗱，咁日本同埋英国咧就系、是、矛头所指。嘅國家，嗱，咁香港嘅工會就由中國共產黨人全國總工會總書記鄧中夏同埋香港海員工會嘅蘇兆徵呢幾個人啊，以中國國民黨黨員嘅身份組織，以全國總工會嘅名義。咁啊，召集香港各工会联席会议，成立咧香呢个叫做全港工团联合会，咁咧就决议咧就罢工嘅，啊嗱，咁喺6月19日，即系当年今日咧，嗱，每个工会咧。電車、印刷、船務咧就首先響應，咁3日裏邊咧就有2萬人就離開工作崗位，就翻返廣州。嗰陣時咧有句説話咧就係戇狗狗行路翻廣州，咁應該係呢單嘢發生嘅，即係整咗呢句嘢出嚟嘅。咁咧學校嘅學生咧亦都一齊罷課。嗱，咁喺廣州咧，當時咧，即係沙面英租界嘅華工咧，亦都喺6月21日嘅時候咧就響應，就拒絕向英商同埋領事館咧就提供服務嘅。咁當時廣州國民政府咧就係聯俄用共時期啊，咁喺中國國民黨同埋中國共產黨以國民黨名義組織之下咧。廣東各界咧就搞大示威啊，咁裏邊咧就有省港澳嘅團體嘅啊，咁省內國立私立啊嗰啲大小男女學校啊，
商界團體、農民團體、黃埔軍校嗰啲學生啊、粵軍啊、湘軍啊、呢個警衛軍呢，就係、是、人數呢就幾十萬嘅。嗱咁即係你話哦，咁點解會搞到咁啊？大罷工咁，有佢嘅歷史原因嘅，有佢嘅歷史原因。嗱，咁嗰個會場嗰度咧就有三部分嘅，咁啊，工農界會場咧就由譚平山主持，咁咧呢個學商界會場咧就由伍蕉書周老主持。嗱，咁呢個當時啊，即係軍界會場咧，就係汪精衛主持嘅。咁咧就請咗呢個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會嘅委員胡漢民宣讀呢個國民黨嘅決議案，亦都請咗國民黨中央黨部代表廖仲恺係演說。咁呢個廣州特別市代表孫志生亦都有講嘅。咁啊，商界協會代表金乃光亦都有講完，咁啊講晒之後就大遊行，我佢哋嗰陣時叫巡行啊。嗱，咁啊即係結果咁，當然有衝突啦。咁英軍因為喺英租界嗰度嘛，咁英軍呢就話遊行嗰啲人呢越界。咁咧就威脅租界嘅人命財產，咁英國佬梗係惡啦，英軍咁啊向部分群眾咧就開火射擊，咁咧就造成50几个人死亡，咁咧就搞咗沙基慘案出嚟。嗱，咁沙基慘案咧就6月23号，咁呢個之後我哋去到嗰一日咧，我哋又會講下。不過呢，即係當年今日呢，就係搞呢個省港大罷工開始嘅日子嚇。咁、香港市面咁其實當然有恐慌啦嚇。咁、嗱，去到7月中旬呢，先至回復翻嘅。嗱、咁啲經濟封鎖咁，亦都會出現即係蕭條嘅情況啦。咁喺1925年咧，香港出入口嘅貨總值咧，只有1924年嘅一半。咁啊，大量嘅商家咧都頂唔住嚇，呢個港府嘅收入咧就大減。咁嗰陣時咧，香港政府咧就要向倫敦就借錢300万英镑咧，就渡過難關。咁香港政府咧對呢個事件嘅態度咧就非常強硬嘅，咁就批評廣州政府資助煽動騷亂同埋製造呢個對立。咁香港政府咧就要求倫敦政府派遣海軍封鎖華南各港口，並且支持反對廣州政府嘅地方軍事力量咧就進攻廣州。不過咧，倫敦政府咧就指示香港政府咧就必須保持克制。嗱，咁去到1925年8月20号，廖仲恺咧就俾人暗殺咗。咁咧呢單嘢咧之後咧就仲乸大鑊啊！即係廣州政府內部就衝突咧就激化。嗱，針對港英嘅行動咧就冇晒焦點嘅，咁結果咧香港嗰啲華人商界領袖、社會名流咧就支持香港政府啊。咁嗰陣時咧就係東華醫院、華商總會同埋廿四行商聯合會嘅領袖咧，就喺當年嘅8月21号咧就整咗個聯合聲明，咁咧就呼籲各方唔好俾廣州政府煽惑，又鼓勵咧各界結束罷工。咁啲海外華僑咧都唔再匯錢俾喺廣州嘅省港罷工委員會。嗱，咁即係之前喺香港咧，即係當時啊，最初一開始呢單嘢發生嘅時候咧，
嗰、那個港督咧就叫司徒拔，咁啊佢啊好 Q 強硬嘅呢、這個司徒拔啊，咁呢個司徒拔咁佢任期屆滿就翻咗祖家之後咧，就有即係新港督喺1925年11月上任，佢咧就係金文泰。金文泰咧就比較友善，咁啊派咗呢個副政司咧就去到廣州同國民政府咧就談判去解決罷工嘅咁樣。嗱，咁其實國內都係個當時梗係有啲亂啦。咁去到1926年3月18號嘅時候咧，就有單嘢就叫中山南事件。3月18號嘅時候就發生呢一樣嘢，咁成件事呢、這個中山南事件有機會有咗講。嗱，咁省港罷工委員會咧就俾蔣介石派兵包圍，同埋咧就叫一定要繳械。咁呢個省港罷工委員會咧就冇咗組織罷工嘅能力。咁去到1926年4月。國民政府咧就搞北伐，咁咧注意力咧就轉移咗啦。咁呢個大罷工咧就冇再大罷工，咁啲企業就恢復正常生產。咁去到1926年6月，咁國民政府咧就派咗呢個宋子文TV 松TV 松咧就同陳公博、陳友仁同英國政府咧就傾呢個罷工問題，咁港督呢個金文泰咧就覆翻封信，就話：，罷工實際咧已成過去噶啦。咁去到1926年9月18號咧，呢個國民政府就宣布即係10月10號就解除對香港嘅封鎖咁。10月10號咧，呢個罷工委員會亦都解散咗，咁呢個省港大罷工咧就全面結束。好啦，咁啊 ，Nate River 就問呢個 Steel Bud 係咪司徒拔啊？唔係，係 Stub， 好似係 Stub 啊，佢叫司徒拔 Stubs 係有 S 嘅，司徒拔道又係佢嘅咯啊。呢、這個應該冇搞錯，應該司徒拔就係講佢嘅，司徒拔道就係以佢命名嘅，係啦。好啦，咁啊嚟到呢度休息一陣，翻嚟咧，我哋講下其他嘅話題啊，休息一陣先。